双面的人，我拿第一关的西方几乎几面都是写作地方，都让我安心的了。不过右面的人用不来用到，直到变长，只好以给他右面不过不变的人用。另外一个华西的一座百万家庭，空气污染的排放。罗副市长，你不仅仅反对田野，你要反对国破天上的那个梦，那哪里来钱来填补未来？填补到未来，你来搞到白色空间，你是不是主张以和养人？你是不是主张和一和便宜？你是不是主张和市场？要几公运转？你应该搞到白色空间。我们的四十九年后就可以打一遍新北市，好不好？这块地组织他当选新北市长，我要在这个地方干一座全台湾第一、全世界最新很容易做选择，我们要选真的。
告诉大家，我们中共在搞，我们。